哎，您来了，早就来了。您说这个相声说的不错。哎呀，可不敢那么说，多年老资格。呵，您夸奖。我知您的学问不错。嗨，反正念过几年书就是了。您总是客气。哎，这不实话吗？他们俩都说我学问大。哦，啊，他们，嗯，哦，他们都说你学问大。嗯，我怎么没听说过呢？好些人呢都这么说，马三立。学问大，谁这么说的呀？嗯，我都没听说一回呢。我可觉着不错了啊。是啊，嗯，你觉着不错，您倒是有学问是没学问呢？嗯嗯，有点，有点啊。嗯，哦，那别人就夸您学问大。反正我是写的字儿，我看着不错。哦，写的好。哎，不敢说太好，反正能写能算。嗯，写字儿啊。嗯，算点算算卦。哎，不算卦，啊、算账。算。嗯，文学您那是算术，算术，对了，算术。这怎么说算卦呢？怎么着呢？算术我也有啊。哦，也行。嗯，您念过几年书吧？嗨，别问了。嗯，别问喽。怎么？别问。来来，先寒碜，不能说。哟，念书怎么还寒碜呢？嗯，您说您念过几年书？我又啊，8岁上学。我8岁就上学了。为您念书。哦哦。嗯。念到多大呢？念到15岁。哇，嗯，这不7、8年的吗？跟没念一样。哟，那怎么？不是好学生。哎呦，是啊。嗯，这个念书不用心，这个差点。我有20岁啊，我才知道。哦，我这文化不成啊。嗯，学问太差呀。嘿嘿，我得呀，努力呀。哦，好好念。20岁了才知道努力好好练的。我得用心。20了。嗯。才用心。怎么了？我认为晚点。不晚。还不晚。哎，不晚。怎么？父老前27始发奋读书机。嗯。27岁发奋读书还成了呢。我20岁要努力用心还晚吗？哦，这也倒对。我不能比父老前，我连苏东豆我都比不了。是啊。嗯。你呀。我慢慢练呢。嗯。我脑筋不好，我笨点。哦，我笨点啊，我架不住我日子长。嗯嗯，这倒对。铁打房梁磨绣针，怎么讲？功夫到了自然成。不错。曾子曰，怎么着？走就比站强。哎，啊，这是曾子曰。嗯，曾子说这话。我反正我知道这句，我忘了哪本上的了。这哪本上也不是啊，这根本就不是书句子。对了，不是书句子。嗨，嗯。有这么句话，走着就比站着强。是啊，哦，反正念书呢就比不念强。在那时候有这么句啊，人都说书内有黄金，就怕不用心。这话有，是不是？嗯，怎么讲呢？什么话呢？这就这我可讲不通。书内有黄金，只你有那个文化了，嗯，你做点什么事儿都好。哦哦，比你有金子都强，就是这个文化最好。哦，这么讲话。多学习文化等于你啊存钱一样。哦，你用上了，什么时候用上什么时候有。对。嗯，这可就一样，就怕不用心。哦，不用心不行。尤其这个小孩上学呀。嗯。有多少个能打小时候就懂得用心。嗯，这倒对。有打一小时候他就是啊，我无论如何我也得好好念书。很少很少。嗯，反正也得有。也有啊，他是这个教育。哦，一半是由啊这个老师啊来教育。嗯嗯。另一半呢得由这个家长好好的培养教训。哦，双方面的。那你净指着学校的先生老师管那不成。哦，家里不问也不成。应当得问。问。应当得问，甭考他，够书问问。问什么？问问你写的字怎么样，写好了吗？拿看看。嗯嗯，这前些日子写的房跟这几天的比比，也甭打也甭骂也甭说他。嗯，也甭说他不好，就管看看，这就成。哦，就有效率。那是啊，他自己就得注意啊。哦，那些日子写的房什么样，现在呢比比一瞧不如那个，他不敢拿出来。哎，他一定他得写好了他才敢拿出来。这么个做家长是得问问。是啊。嗯，这个学期你考第几？嗯，上学期考第几？嗯，那得想想问问。对，同学来找你来了，这小孩谁啊？你同学。嗯，他多大了？
他十三，你多大？我十五。他考第几啊？他考第六。你呢？我考第十一。那怎么回事？怎么他比你小？怎么到考第六，你怎么考十一啊？对呀、啊，甭说他，也甭骂，甭打。嗯，自己这害臊了。下学期你瞅瞅，一定得强。嗯，有进步。哎，就怕这样，老家不管，做家长的不问，小孩上学了上就上，回来就回来。嗯，这回来挺早，也不问，为什么回来挺早？明儿不去了。也不礼拜的，怎么不去了呢？就是放假，是不放假，是学校有什么事？嗯，家长也不问，那是不对的。哦，耽误事。那小孩他不懂啊，日久天长呢，他没有个进步的。哎，最可气的呢，是有这种家长可气。什么？他不爱让孩子求学，为干嘛呢？不爱让小孩啊，文化有进步。你呀，他为家里清静。为清静？哎，小孩上学，他为清静。这什么意思？哎，你小孩上学了啊？上去了，这二的也去了，去吧。家还清静会儿，家里还少惹事呗，还少花零钱。嗯，在那捐的一天倒不错。好嘛，你看，就希望啊，越早走晚回来才好。嗯，一天不见面，家里才乐，恨不能这孩子无期徒刑。是啊，你家里才乐了。你查，他干嘛去了呢？嗯，耽误这个时间。嗯，这是家长想不开，这还不可气呢？还有什么？还要比这可气的呢？什么？不为清静了？那为什么？小孩上学，他干嘛呢？嗯，等个儿，等个儿。嗯，这什么意思？等孩子长个儿。哦，你小孩上学了啊？上了，再上半年吧，十六岁那么矮个吗？再念半年书，看看吧，看看长个不长个。嗯，你呢？要长个呢？长个就完了，不念了，好嘛？一定是啊，看这孩子长个不长个，长个就不念了，跟他一块干嘛去了？嘿，这孩子多念半年书呢，沾光沾这个矮的光，就是可老不长个。你这什么理由呢？啊，这是耽误子弟。哎，嗯，这小孩啊，念书啊，他有的这个天然的，小孩他就喜欢这样，喜欢念书。哦，有的孩子啊，他就不喜欢念书的。嗯嗯，这应当怎么办？不知道，嗯，您说呢？有这小孩贪玩的，啊，这小孩个个都得贪玩。小孩嘛，游戏嘛，嗯，应当啊有啊，应当有这个文艺活动。哎，嗯，现在不是学校都有这吗？是，下课之后呢，打个球啊，嗯嗯，打羽毛球啊，又运动啊，又游戏，提提神，助助兴，嗯，身体又健康，又活泼脑筋，嗯，这是很好，应当得这样。哎，不能老贪玩，哦，时时刻刻老惦着玩，对于这个功课不用心，那个小孩是不好。嗯，也差点。现在呢，这个学校这个老师们，嗯，这个教育这个学生，嗯，这个方法好，哦，方法好。现在不也不打吗？就是有挨打的吗？嗯，不打。是说服教育吗？嗯嗯，不打。对，比那时候过去呢。那个旧社会，那念私书的时候，嗯，比那时候挨打，人家这个教育的好。哦，那时候挨打，挨打管什么用？倒去管不好。你打他管什么用啊？不让玩，这么着不成，不让游戏，嗯，就得好好的念书，坐那这一天呢，也不动地方。哎，他就知道啊，无论如何我得加紧，恨不能让这孩子们念，嗯，那个方法不好。哦，早晨八点钟上学。十二点放学，吃饭去了。嗯，下午一点又来了，又盯啊，快黑时候六点放学。嚯，溜溜这一天，这家伙溜溜这一天也没有游戏，也不唱歌不行。哦，唱歌打，呵，谁敢唱？那念书你唱？哦，那这不懂得唱歌，除了念就是写。嗯，这孩子简直啊都呆腻了，嗯，是整天就跟网激流一样。好嘛。都念全了哦，学问是不小，知道不少啊。嗯，社会常识满不知道了。哦，没有经验，都念呆了。好嘛，傻了。是啊，啊，而且呢，还这个打小孩呢，这还是不好。哦，可单有这种孩子呢，他让先生给管的，你不愿打我吗？嗯，我就要跟你耍骨头。呀，我成心气你。哦，
你愿那么着，我偏不那么着。你说东，我说西，成心跟起哄，这是把这小孩管皮了，可是。是啊，嗯，你打打他也不怕？我不怕，他不害臊。有这个小孩，他害臊啊。嗯，甭说打，一说就害臊了。哦，你说呢，李文元，你怎么来这么晚？嗯，赶紧站起来了，吓一跳。嚯，小老师就害怕。啊，我今天吃饭吃晚了。嗯，那早点，坐一吧。坐那，嗯，坐那怎么样？嗯，趴那哭了，掉眼泪了，哭了，害臊了。哦，别的同学还给他告诉先生呢，告什么？还禀先生呢。老师，李文元哭了，不甭理他。这个什么意思？甭理他，知道他害臊了，那是。哦，不让大伙理他。大伙别拿起哄了。哎。是好的，哦，那个不好的呢？不好的，害臊了吗？打的不怕，哦，还想着死了，呵，你不又打吗？嗯，打就打呀，好，没关系啊，打四十板，好，给你，伸手就打，也不让给你，哦，你绝不害怕，得了，老师别生气了，下磨不去了，就是说那个嘛，说那回栽了，是啊，还横嘛。呵，打，给手，嗯，啪啪啪啪啪，打四十板，嗯，他这咬着牙，把脸憋得跟大红布似的，哎呀，憋这口气，嗯，打完了还问先生，为什么？还怎么样？嗯，啊，你呀，还怎么样？不含糊吗？问你还打不打？哎呦，你再打我叠着上，这是干嘛？你要夺宝局来了吗？哎，好嘛，不打了，嗯，去吧，往那一坐呢也不害臊，哦，跟别的同学还说大话呢，说什么？还吹牛腿呢，嗯。看你没看见，啊？嗯，看你没看见这四十板？要搁你受了受不了？嗯，要搁你早哭了，信吗？嗯，我哭了吗？我有眼泪吗？嗯嗯，完了，嘿，就是不哭。好，告诉你，就是不哭。大爷不怕小八卦啊？这就什么话呢？这他是大爷，先生是小八卦，好嘛？打得发烧啊，嗯，弄个砚台搁手那冰着，哎呀，罚跪不害臊？是啊，罚站罚跪，哦，跪还冲那吐舌头呢，嘿，我又罚跪了，嗯，到家别说啊，你孙子到家说啊，哟，还骂人了，他还骂街呢，好嘛，嗯，背背这书来不嫌寒碜，是啊，那好学生，人家不这个样，嗯嗯，他根本呢，人就知道心妄想，就知道上学校啊，我好好。怎么样用心念书，嗯，哎，够说怎么样写字，自己啊所写的仿都把它留着，嗯，所有这个写的仿都留着，哦，一天一天的有日子，先是给啊是那时候画圈吧，嗯，现在是得甲字啊，得乙字啊，嗯，啊，判完仿了也得留着，比一比，嗯，这一月怎么样，下月怎么样，我瞧瞧。好学生这样，嗯，算数个人要用心，自己的东西要怎么样的爱护，这好学生。对，好学生不丢东西，哦，好学生不损坏东西，哦，不但不损坏别人的东西，不损坏学校的东西，他自己的东西他也这么样特别的爱，哦，值得爱护。哎，嗯，他绝对不糟践东西，不把一张废纸了，绝对不把它扔了，也要把它练字啊。大字儿、小字儿啊，都把它写满喽。那么没词儿呢，想什么字儿写什么字儿呢？拿这张纸要练字，好，都把它写满喽。哎，再把它扔在这个字纸篓子里，嗯嗯，绝不糟践。是，一管铅笔了，使上一点儿了，嗯，还要留着。嗯，实在没法使了怎么办？接了一点笔帽，哦，还接上一点还要用。对，他爱这个东西。嗯嗯，那一定是好学生。好学生，你打开书包，你瞧瞧，怎么着？干净。哦，书包里没零碎，整整齐齐的。嗯，笔帽啊，擦挺亮。墨盒你拿过来照见人，嗯，跟小镜子一样。啊，他干嘛擦的那么亮呢？就是他，因为他爱这个东西。哦，嗯，书一本一本的，绝不窝角，绝不脏喽。嗯，搁的整整齐齐的。穿的衣服要干净，是不迟到，不早退。好，因为什么不迟到呢？嗯，
他早就有个预备。哦，预备好了。早晨吧，比如说是7点钟往学校里去，嗯嗯，6点准起来。哦，那么早起了。头天晚上在睡觉的时候啊，嗯，就把所有用的东西都预备好。哦，一看功课表，明天早晨那是什么功课？嗯，有这个算术啊。哦，珠算，算盘摆好。嗯，写字，哦，墨盒预备着，看看笔，大字笔、小字笔，嗯，是预备好，都搁桌上预备着。是。早晨起来呢，漱口、洗脸、喝点水之后，拿着书包，拿着应用的东西，一样不能错。嗯，背着书包，拿着水碗，走了，奔学校，到那一点不耽误。嗯，可是现在的学生全这样。不，这好的。哦，好的这样。好学生啊。哦，坏学生呢？你坏学生啊，不这样。坏学生怎么样？晚上不睡。哟，早晨呢不起。呵。醒不了啊，晚上贪玩，嗯，温习温习功课没有，胡闹胡反胡吃海塞，撑得等等性放屁，呵，睡觉躺下呼啦呼啦这一睡觉打呼噜，嗯，毛病多，流哈喇子，抽冷汗尿炕，好嘛，早晨那是啊，醒不了，嗯，叫他不醒，醒了不起，呵，起来不走，你啊，就这么三步。哎，这毛不少，醒不了啊。嗯，7点钟上学呀、啊，啊，快8点了还睡呢。哎呦，家里还得先叫他，三，上学去，三，快8点了上学去，费挺大事叫醒了。嗯，啊，啊，醒了。嗯，瞪俩大眼，张嘴，得10分钟才能明白，都睡糊涂了。嗨，啊。你上学去，上学去，我袜子呢？嗯，你呀，袜子不知道搁哪了？这袜子丢了。头天晚上脱一袜子都忘了搁哪了。好嘛，还有饼吗？哟呵，还饼倒想着呢。找着袜子就问饼，摇摇快点吧。嗯，这下地拿着饼就往外跑，跑出去又回来了。怎么？没穿裤子。哎呦，哈哈，这什么闲人？太慌了。这。他没有功夫洗脸，好、哦、忙的。他怎么不洗脸呢？就是，手都那么脏啊。嗯，指甲盖都是馅儿的。哦，馅儿的。嗯。哦，净泥啊。呵，手那指甲盖满都是跟邓氏馅儿一样。嘿，都带馅儿的。好的。他没有功夫。哦。他净贪玩啊。嗯、你瞧这身衣裳就可气。怎么？瞧那模样就可气。嗯。一脸的泥。嗯。脖子像大车轴，耳朵眼能种麦子。穿这身衣裳也可气。怎么？帽子、啊、帽檐折了，帽带断了，帽子领儿出来了，戴着帽子领儿在后头这耷拉着。呵，这衣裳也可恨了，看着。怎么？领子也掉下来了。哎呀，领胳膊没了，我纽扣还剩仨，那俩丢了。呵，学生操衣是仨兜啊。啊。嗯，剩一个。那俩呢？打架撕一个。那个呢？掏吃的掏漏了一个。好嘛。裤子也撕个大口子，鞋耍圈，鞋带丢了，这只提不上了。呵，书包不背着了。怎么？书包带断了。那怎么？改提了着。哎呦，石板也摔了，笔帽丢了，笔头也干了，铅笔也折了，腰掖着大饼，走道直哈巴，嘴里含着块香蕉糖，后腰上画个大王八。嘿，这模样，这全让一人赶上了。嗯，他越遭恨呢，大伙拿着刀改。哦。到那儿呢，上学去了，起哄啊！是啊，在过去那个时候，那个旧社会兴这个那个私塾啊，哦，私学馆呢，嗯嗯，啊，也杂乱无章，哦，乱念，合着你念书没念书，别人也不知道，嗯，嚷嚷乱念，他没有啊秩序，哦，头脑还乱乱挪位子，是啊，今儿坐这儿，明儿坐那儿去了，好嘛。先生呢、啊，在这还好点儿。先生一扭脸，这相许啊，嗯，上的站在板凳上，嘿，更好。那上桌子上，嗯，练个大顶，呵，起哄吗？把先生气的，你说不能净打他，当然了，也没有办法。嗯，这孩子们可恨。先生一想，得了，爱怎么着怎么着吧。嗯，你不就这样吗？嗯，
你背下书来更好，背不下来啊，你要还要念这点。哦，反正这个够一月，你给我一月的学费钱。嗯，就挺要钱。这孩子倒霉劲，他这回挣钱了。哎，他不敢死白赖打。怎么？打太厉害了，家长来了，一小小孩受委屈了，不念了。有，不念了，好，一月差一块钱。哦，他有损失。那一个学生一月一块钱的学费呢？哦，那会儿。反正不管怎么治吧，嗯，以赚钱为主啊。好嘛，甭管这孩子怎么样了，爱念不念。嗯。孩子们嚷嚷嚷念，先生都先吵着，是外头遛弯哦，溜达溜达，围着书房这转弯去了。嗯，这孩子们呢，有的淘气的不念了，有好学生呢，还是好好念书。哦，还是一样。这几个该出主意了，这几个大个儿，嗯，瞅着瞅着走了没有？瞅着先生在门口呢，这胆子大，我们这探着头一瞧，没有。苗头出来，一个俩仨四，我这跟那那跟这个出来，嗯，出来六七个，这个头啊，这个当头的这个啊，给出主意了，小伙，你跟小虎你们俩先摔一跤，哦，摔一跤，我看你们俩谁有劲，好嘛，你说这是干嘛呢？这是，就说是，这是上学来了吗？这个，嗯，那俩就得听他的，他头吗？哦，那俩摔，来一跤吧，好。俩人夸夸会撂上跤，一摔身臭泥，嗯，摔完了，单腿单腿，小四，你跑两步看看你腿脚怎么样？他不抬脚，你看腿脚怎么样？说说着，跑两步，跑电线杆子，快点，越快越好。嗯，那一人啊，腾腾腾腾跑那边，嗯，回来吧，又跑回来了，跑完了累直喘，在这叉腰站着，这还得出主意呢。还有什么主意？那个谁，我说，嗯。您把里面那小不点叫出来干嘛？有刚来的学生啊，哎呀，新来的小学生，六七岁那个小个儿，嗯，大个欺负小孩呗。是啊，还不知道小孩叫什么呢。哦，就知道小不点。嗯，把小不点叫出来。嗯，来出来出来干嘛？出来了，出来干嘛呢？嗯，见那猫着腰，手扶着科技袋。嗯，干嘛呢？干嘛？这几个人呢？扶着他腰啊，一个一个往过蹦，哦，拿他当木马那么跳着玩，好嘛，跳，嗯，小孩害怕啊，是啊，大个欺负小孩吗？跳，没有多大力气，那大个一跳一摁腰，也不怎么没禁住，啪嚓趴下了，哟，磕嘴了，哇哇直哭，你呀，这一瞧，哎，这还真哭吗？还那么教你啊？走走走走，去进去。把那小不点换出来，好的，换一个。你说这受了受不了？真是，嗯，这书房要有这孩子，别的孩子也该带了坏了吧？那可是，一人折腾这么一身汗，哎呦，可巧这么功夫啊，嗯，来做买卖的，卖什么的？卖凉粉的。哦，这小孩们要喝凉粉。嗯嗯，哎，喝点凉粉吧，败不活，我心发热。哦，哎呀，我摔跤摔的，摔跤摔的，我不应当这么摔跤，你看看，摔了一身汗。嗯。喝凉粉，嗯，你借我钱，怎么你没钱？我有钱，我不够，你借我，我借给你啊，我还喝呢。这么办，咱们四人凑钱吧。哎，几人凑钱买一碗凉粉？好，多来点醋，嗯，来点蒜。你说，哎，别来蒜，我不要蒜，我嫌辣。哎，不不，搁边上，我打这边喝。端起来这缸上喝，那边袖子揪住了。好吧。哎，你干嘛？你干嘛你？嗯，我先喝。你先喝呀，你那么大嘴，你吞喽一下，你了一半去，他得喝点，他喝点，到我这完了。哎，我白添钱了，好吧，我就喝点醋啊，我先喝。嗯，你先喝呀，你嘴臭。你呀，我怎么嘴臭？你不让我先喝，我添钱没有？我就不让你先喝，你先喝，咱们把它分开吧。啊，赶快再借我们碗，借我们碗，借我们仨碗，我们分开。嗯。其实啊，一人一喝呢，喝一口不完了吗？那可是少喝了。这一借碗，这要分呢，耽误功夫了。哦，可巧这个教书的先生回来了。你呀，溜达溜达一瞧，怎么都不念书，都出来了。嗯，干嘛呀？这回头一瞧，先生一点不害怕。是啊，绝对不站着规规矩矩。老师，嗯，老师啊，我们是挺热的，我们要喝点凉粉，去去火。哎，应当好好说呀。就是，过去。这满不在乎那劲儿哦，你们干嘛呢？啊，你呢？喝着凉粉啊，
就仿佛那茶馆见着那个都是朋友那样的。好啊，你了，何良粉。嗯，先生一瞧气，何良粉闹肚子。嗯，趁早上走，挑着边卖去。嗯，给人钱没给？啊，你了，给了，不客气。先生气，哼，没办法。凉粉呢？凉粉在这儿呢。先生趴着碗夺过来，一扬脖，吃喽吃喽吃喽，喝了。哟，他也吃了？嗯，好嘛。喝完把碗往那一搁，走，念书。这几孩子一瞧，这还念嘛呢？这还就是。好嘛，白给他凑钱了。嗯。有人一嘀咕，怎么样？嗯，不分了吧？完了，我说要一人喝一口，早喝完了吧？你必须让分开吗？你瞧，白给他凑钱了。嗯，他多美啊！哎，白喝，你说他喝行吗？喝我骂他。哦，我一会儿我折腾他，我想法子，我想坏主意让他吐出来。是啊，你坏他要打你啊，还要打。还对了，我那法子多了，我不让打。嗯，这小孩们，你说他真有这坏主意？什么主意？放学之后小孩都没走。哦。干嘛呀？嗯，写几个字儿，诚心要寒碜先生，不应当啊！你呀，嗯，怎么样？吃我们的东西，喝我们的凉粉，死你先生！嗯嗯，在书房对过有个庙，哦，这个庙叫什么？那叫天王庙。嗯嗯，天王庙大白墙，大影子，这白墙写黑字儿，特别的真的。哦，这出主意了。哎，我说小四儿，嗯，咱怎么办？怎么样？咱们一人写几个字儿，咱们来句诗，怎么样？好啊。小孩没有多大学问，就是瞎编吧。嗯，够折就得。好，写谁出题啊？一人个人想个人词啊。哦，对，我先来。这拿起笔来，小孩没有多大学问，是写的什么呢？四个字。写什么？写的是弟兄四人。哦，咱们就是哥四个。对，那写什么？共凑四文。嗯，四人凑钱吗？你的了。这写买碗凉粉。嗯，这小个一肚气啊。嗯，写什么呢？先生独吞。哦，大伙凑钱让先生一人吃。是，先生一瞧就得害臊，还挺合辙。嗯，弟兄四人共凑四文，买碗凉粉，先生独吞。好，小孩们一哄而散都走了。嗯，可巧这么功夫来四位念书的人。哦，这四个念书的先生往庙这参观来了。嗯，说这庙不小啊。是，什么庙啊？你说这是天王庙。天王庙？什么天王？什么叫天王庙？嗯，可真你不要忘了，四大天王，摸家四将吗？摸了青，摸了红，摸了瘦，摸了海。嗯，哦，说咱们这么办，人过留名，雁过留声，咱们哥几个在这儿写个诗怎么样啊？哎，好啊，对，咱们一人来一句。好，念书的人呢都有笔袋，嗯嗯，成笔的口袋，把笔就拿出来了。哦，哪儿写？就这儿吧。一瞧这白墙写黑字，特别的好看嘛。对。那么大人呢，他个儿高啊，嗯，伸手就这地方。小孩子个儿矮，底下原本有了四句了，是，这哥几个没瞧见。哦，底下有十六字了。弟兄四人共凑四文，买碗凉粉，先生独吞。啊，这哥几个没大注意。哦哦，净看这庙了。好，咱们一人来一句。嗯，我先写。这写什么呢？写什么？以庙为题吧。怎么写的呢？天王庙神大发身。哦，说庙里这个神像啊，发身都高。哦，挺大。你的了。嗯，这接过笔来写什么呢？写什么？身穿铠甲似龙鳞。哦，说那衣裳这铠甲跟龙鳞那么好看。嗯，你的这鞋啊，脑袋倒有麦斗大。嚯，身高丈二吗？头如麦斗。对，四寸。嗯嗯，你的了。你这位不是好诙谐？哦，想半天没词儿。嗯，写什么呢？拉屎足够十五斤。嚯，这哥几条。哎，你这不行啊，你这不像话呀。哎，什么叫不像话？个儿高吗？身高丈二，吃多拉多呀。嗯，连吸带叫这泡屎十五斤。哎呀，这不像话，这个什么像话？谁还来考察这个来？是，这就玩嘛，咱们赶上得就得了嘛。哎，走走走走，这哥几都走了。哦，哥几刚走的功夫，可巧先生来了。啊，谁
先生一瞧，谁写的诗啊？嗯，哪一位才子在这儿留下四句诗？哦，看一看，过来一瞧，哦，十一言。哦，十一言，十一个字一句。怎么十一个字了？其实不是，七个字一句。这怎么十一个？小孩底下写的呢，四字一句。嗯，也不怎么那么寸，对了趟了。哦，一行一行的都对着，他当了一码事了。好嘛，哦，很好，我看一看。嗯，天王妙神，大法身，兄弟四人。哦，对，对，墨家四将。嗯，好。第二句，身穿铠甲似龙鳞，共凑四文。嗯，哟，这怎么句话？就是。看三军，嗯，脑袋倒有麦斗大，买碗凉粉。哦，这怎么回事？大脑袋喝凉粉？嘿，看末一句呢，嗯，拉屎足够15斤，先生独吞。哇，哈哈。